叫兄弟了，然后叫、啊、他要叫兄弟了。啊、你刚刚呛他什么？啊？你刚刚呛他什么？啊？你刚刚呛他？我说少了多字。哦。要不要在路边讲？啊？要不要在路边讲？路边讲，干他最后讲哎、欸。好，那我们先在路边讲了。要、啊、不要现在讲？啊，对啊，我们先停那边。啊，你刚才呛什么？我说你闯红灯哦。不然你我说什么？好，没，我们停那边讲，要绿灯了。不关你的事，你在大声讲嘛。什么叫不关我的事？好、啊，要不要停那边？要不要停那边？要不要旁边讲啦？要绿灯了，要不要停那边？啊，停那边，停那边。啊，车主啊你呀、啊！老车、啊，干你娘、欸！哎、啊，他先走、哦。啊，现在要不要停着讲嘛？你跟我走。要不要停着讲？直接路边啊，干嘛跟你走？欸、啊，干嘛跟你走？你违规，我们跟着你走干嘛？为什么要停路边？啊，我干嘛跟你走？啊？你违规，我要跟你走。好啊，你停路边没？要不要？你要不要跟我走？啊，你要不要停路边没？你要不要停路边？你要不要停路边呐？闯红灯那么大声呐！对啊，闯红灯，等下我撞你啊！啊，闯红灯合理啦。